那个是我骑的花市，你们看没得嘛？花市？你们参观没得？没有。没参观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就要去看一下哈儿。走。那个是我一转一挖起起来的哦，那个是。有番茄，有菜。对头。都长啥子？还黄瓜，还黄瓜。怎么样嘛？那个水平。嗯。那篱笆，那篱笆和那个秋千，还有那个观景台，都是我们做的。 然后那个秋千要不就荡一下嘛？啊，我做的。他那我前面差不多迈进去了得有个40公分左右，很稳。那边噻，那边。来哟，来感受一下嘛。来哟，感受哈。我不要去拿我立着，秋千那个摔一下了。我那会儿是没坐稳。 来来来，来感受一下嘛。来来来，你去收，我来收嘛，坐稳哈。哇，有点晃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有点晃，来爸爸来感受一下，坐稳哈，推喽。稳不稳呢？秋千？多拿个抓的。 哎，其实我说那个就简单了。但是够了，因为我下面地基打得很深，他说有点不晃。是挖那个锁锁不是？不，那个锁锁还是很牢固，要马上要出。没有出问题之前，一切 OK。哦，这给我们带的吃的。 一箱子，你们吃吧。我刚好饿了，我们先来看看有啥。哎，哇！陆叔，哎，牛肉，哎呀呀呀，我饿死了，陆叔快！哎，哎呀呀，这不，哎呀，老熟了，这玩意儿，谢谢阿姨。哎，谢谢，牛肉。 牛肉，那拿牛肉，先吃牛肉，一会儿再来吃这些管路，好好吃牛肉。再拿点，再来，不，拿点牛肉回去，我妈带回来。太感谢了，拿点牛肉，拿点牛肉。对，这是一博，我看了，一博。这是我们那儿的黄土蛋。黄土蛋，我都是第一次见的这个。我们山西的特产。太古饼。 你也饿了。哦，坏了！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妈给拿的那个奶制品，哎，元哥，那个我妈给拿的那个自己做的牛肉干，然后内蒙的奶制品，尝尝我们内蒙的奶制品，然后还有就是牛，我们自己家做的牛肉干。哎，元哥，你都来一包。阿姨，我们。 特别爱吃这个牛肉干，没事，牛肉干，王姨他们都让我抢了，我每天抢。牛肉干，一包一包就够。你发现没？现在就每个人都挺有才的。叔叔好，饿了吧？饿不饿？ 饿了，他累了。其实你们应该那个干啥了？吃点东西不敢吃。哎呀，我刚才你后头唱歌唱的累了啊！你看，他脸都有点那个啥了。因为他节目起的太紧了，他有点。对对对，有点白了，我都觉得。行不行就请。妈，你把那个话刚才说一下，说昨天跳舞特别有灵性。灵性。对，我说一下昨天跳舞跳的真的，我是没好意思说你，我说就说了说。他这个跳舞你还能给他揪一揪。能揪。他好揪的。哎，跟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互相都那啥一下，因为毕竟在一起时间长，就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合作好。他俩隔一块儿是吧？我让隔一块儿好，他那个跳的，我觉得他跳的那最后后头感觉他就累的那种。哎，说阿姨们，千万不要生气啊！我们俩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千万不要生气，往心里去，没事。没有生气，没有，我就说了，我就说了，我俩还互相开玩笑。是不是还说了？我说昨天妈妈说打了，我说那你也打。就是我看咱们老是很说路多了，我俩一直就这样。对，我俩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相处模式。 天天的话可早起了，没有。王姨说起你说三句，哎，你看看到了怎么教育我的？我一说句你就说三句，你这没事儿。
哎，不然那个干啥瘦了以后？肯定得瘦，忙。他也那啥，不然。哎，我刚才说讲评的要说哭一哭啊，本来我不想哭的。呀，好家伙，哭的已经气得喘了，还没哭。不是，我都没有大哭，他还没有哭，你哭了吗？没有哭。人家哭的时候你哭了。嗯，那不是。不是刚才那少熙说话的时候他哭。对，我就跟他们说话说的有点感动我了，然后我就特别想哭。我本来说我忍住不想哭，想我。妈呀，早就哭的已经气。不是，那首《后的门》的下午写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那会儿就跟边写边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边写边哭，但后面来就觉得唱完好像没哭。哎，你认为你哪首歌写的好？我认为我。我比较，我们三首歌比较，你觉得哪首？我认为我最得意之作，得意之作当然是《后的门的夏天》这首歌，《后的门的夏》这首歌，那肯定是最得意的歌了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十个人的嘛，咋跟导演采访一样呢？真是。我问一下。行。哎呀，这不行。咋了？不行，我这只能做疙瘩汤了。嗯，我这只能做疙瘩汤了。失败了。咱用平底锅。好，我试试。拿这个吧，咱们就拿这个。没事，这个是我们的限定版。我们这个给你们最近吧。枪呢？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啊。哇，你这个有点像饼，有点像饼啊，有点像饼。哎呀，本来挺好看的，结果一铲子稀烂了。你不能着急翻，你等它那个面要焦黄了，你再颠回来。好，哎不行，我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山西人的尊严，山西人的尊严。又散了，我这像灌肠，我这真像灌肠，我这又散了。喂，李正军，你咋了？是你卡住了吗？对，是抬低了吗？还是怎么？就是个子是不是也不要太下？哦。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石头吗？我的天哪！哥，这个石头咋整呀？毛工，来一下那个四号车这边。哎呦，他的是什么问题？他什么问题？那个也是太低了，就是那个太低了以后会把泥给收进去吗？哦，还有这么大池子，哦，那要把它抬出来吧。我，你能抬得动吗？得两个人才行，是吧？两个人你也抬不动。呀，我总得三个人是不是？来，抬石头来。上来，哎，上里头搜，又，不是我开的，师傅开的，是不是得叫挖机了？你挖机拽一下，往前拽一下。那我就抬过来吧。
铁哥，先慢慢的把它拉平，导致放低一点，慢慢的，然后把这个机身拉平。